来抖音的朋友们，这是一条光鱼，也叫龙尾鱼。这种鱼的寿命非常短，每一次拉完宝宝以后就去世了，一年只有一次生命。听说当年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，就点名要吃这种鱼。进来的小哥哥小姐姐们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期待着我直播。兄弟们，看一下龙虾洞啊，看一下这个，我们正在直播套龙虾，喜欢看套龙虾的关注一下，这边龙虾洞特别多，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边又是一个龙虾洞。点开头像进来关注一下，看我们直播套龙虾，关注才能看到。发现古包肯定是有货的啊，咱捞出来看看是什么货啊。海螺一枚，哎呦我靠，是白玉螺了啊。喜欢赶海的留个小爱心，记得加个关注，看我带你每天赶海啊。最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，有老铁问我说，这个他分不清这个河蚌和这个绿背袋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啊。这个袋子里面的肉啊，它里面是没有珍珠的，和河蚌不一样，一个海洋一个河里的。虽然都是贝类，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有的老铁这天天在海边干海，天天抠海葵，这种绿色的海葵还是头一次见，真的啊，可得给它挖出来，那可不能抠，抠就抠歪了。第一次见这种海葵的老铁也留下双击啊！哎呦，还是个红色的这个，嘿嘿。